愣着干啥？还不动手！ 要刨开来看吗？老子不信！我真的亲眼所见，胡勇没死，是他杀了大哥。大哥的，真是我亲手埋的。
爷，包大人到了。八贤王，上等的好茶，等你来品。王爷急召包拯前来，只是为了品茶。品茶，品茶。王爷，当我进来的时候，见你一筹莫展，若有所思。案上的卷宗应该是御史台的密奏封函，乃是皇上亲授。另外，雨停未久，王爷身上的泥渍却未擦干，想来是刚刚赶回。包拯大胆猜测，王爷急召我来，一定是有要事相商，还是棘手的大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听说最近你要告假还乡，啊？包拯年幼时曾在家乡相邻的公安县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医术，突闻师父仙逝，所以想告假回去拜祭。圣上近日接到一封御史台的密奏，说到一件极其诡异的案件，我正为此事烦请包大人。这件怪案正在你去的地方，公安县。正是。密奏里报，此地有死人复活、杀人剥皮的险恶之情，而且此地连年怪案频发，却不见州县上报朝廷。圣上为此甚为当地百姓担忧，特命你调研期间查清此案。殿下，哎呦，客官客官，你打尖住店的。歇歇马，一会儿就走。这走这么急，这是去哪儿啊？这是公安县。哎呦，客官，您这是打扮，这是有公务在身的。公安县怪案频发，莫非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闲话莫问。准备些饭菜，吃完便走。那您稍后，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客官来了。哎，自家酿的酒，喝一点，尝尝，解解乏气。小二，哎，陪我喝一杯吧。小的不会喝酒。你是不会呢，还是不敢呀？客官，您这是什么意思？这家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桌上却一点油渍都没有，挂台的算盘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你们家掌柜不算账的，你只是区区的一个跑堂的，却穿得起上等的毡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杯酒没喝完，我就已经不省人事了，对吧？客官，听我一句，喝了吧，喝了不疼。我一进门就知道你不是做生意的料，就摆一副碗筷，也不问问有几个客人。雪儿，把马喂一下。热闹呀，要么等我先吃口饭。
走，回州府就医。。包大人，您醒了。啊，您是？叫我老徐就行。啊。展护卫呢？展护卫帮忙挑水去了。多谢，不用了。顾大娘，以后下地呀，可得慢着点儿。这年龄大了，骨头脆。嘿，强儿，抓不着我！你别跑！你等等我，强儿，别跑了，快来呀！慢点跑，抓到你了，别摔着了。抓到你了吧？哼，给我吃一口。那就赏你一口吧。就一口。展儿，去把抓好的药帮师娘拿过来。好嘞，我回来了。爹，胡大夫回来了。哎呦，爹，哎哎，给爹吃一个。爹吃一口。师娘，这是师傅，再给爹吃一口。来来来，这些就够了。你和胡大夫都是好人呐，胡大夫，谢谢了，谢谢了啊。回去伤口记得不要沾水啊。哎，知道了。好，好，好，那我回去了。赶紧，赶紧，赶紧。你刚刚有没有给哥哥吃啊？哎，给哥哥吃一口。胡姑娘，水给你打好了，放哪儿？放厨房就好了。行，辛苦了，展大哥。没事。好嘞。谢谢。慢着点啊。谢谢了。没事。我来吧，我来。慢着点儿。大娘，我喂你啊。来。哎，好。你把车掌一下。大娘，回去记得吃药啊。谢谢您啊，谢谢了，姑娘。浅儿，师兄，好点了吗？好多了，我一接到你的信，就快把家鞭赶过来了。先吃饭吧，别饿坏了。不用了，我想先去师父的坟头看一看。不必了。爹的尸首不见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月前，爹爹上山采药，却数日未归。我心里着急，便上山去寻找。后来，我在山崖下发现了爹的尸首，爹身上有刀痕，直指胸口。爹，父亲一生行医救善，深居简出，根本就不可能有仇家。到底是谁，竟然对父亲下如此毒手？天热，尸体不能久放。我去县城找了专事修坟的齐家兄弟给父亲安葬，后来我便给你写了信。可谁知头七当晚，父亲的坟竟然被挖开，尸首也不见了。
负责给父亲下葬的齐家兄弟也在当晚出了事，老大齐宗惨死在家里，老二齐宇被剥了脸皮扔在坟头，老三齐恒被吓成了疯子，夫人便说是夫妻诈尸，害死了他哥哥。齐家兄弟尸首现在何处？停在县衙。师父这辈子悬壶济世，可到头来却落得如此结局。此番不查明事情真相，我绝不离开。还吃的可口吧？挺好的。还有个汤，拿进来啊。好。老徐是爹的养子，爹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多亏了他帮我一起照顾。昨天也多亏人家。哎，他还没成亲啊？爹生前是有意将我许配给他的。哦，那得亏没来得及啊。没什么，我盛碗饭去啊。我来，我帮你盛。谢谢啊。哎呀，我说你今天倒是挺勤快啊。啊，又是劈柴又是担水的。这不是看胡姑娘可怜吗？哎，对了，嗯，胡师母是不是过世的很早啊？嗯，她是在十几年前的一场瘟疫中去世的。是吧？这么着急？案件蹊跷，刻不容缓。去县衙。对，先去查验一下七院的尸首。好。山下的顾大娘腿伤不便，后天要换药，你就亲自走一趟吧。放心吧，家里这几日就拜托你了。浅儿，你这是？我去帮你。浅儿，查儿有包大人去便可，你去太危险了。爹爹尸骨无踪，我怎么能坐在家里等着？更何况验伤变毒是我的强项，我帮得上你。出发。
怎么不好啊？没想到现如今的公安县竟然如此萧索。这些年城里一直都不太平。不太平？嗯，最近一直有女眷无端失踪，县里一直在查，却毫无头绪。有传言说，是因为城里有东西不干净。哎呀，我这有劳兄弟通报一下，我等自开封府而来，有要事求见知县大人。我说你们懂不懂规矩啊？啊，知县老爷半个月之前已经下令概不见客了。走走走走走走。哎，不是，这位兄弟，我们来也是为了公事，行个方便吧。再大的官也不行，走你。停尸房在哪儿？就是齐家老二，齐远。开始吧。嗯。死者体格健壮，有明显外伤，面部皮肤被整张撕去，肺部无积水，肋骨颜色正常，没有中毒迹象。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屁大个官也敢在我这儿撒野？当我这是菜市场吗？大人，就是他。御史班，请留步。你是什么玩意儿？给我拿下！拿下！是。哎呦！早跟你们说了，让你们留步。知县大人，你好大的官威啊！哎呀！这不是名满开封府的包大人吗？哎呀，有失远迎，得罪得罪！你个狗才，瞎你的狗眼吗？我这可是知县大人怎么称呼啊？啊，闭关，韩琦。韩大人，这段时间在你的辖区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可知情？嗨，这都是城里那些无知的草民瞎起哄，那就是一个意外死亡而已。意外死亡？可依我看，这分明是一桩凶杀案。死者全身为铁器所创，身及肋骨，这说明凶手力大无比，面部皮肤被整张撕去，损毁严重，很明显这是凶手有意而为之，此乃行凶特征。从伤口来看，死者所受的外伤乃是刀斧重器所致，面部皮肤的伤口平滑规整，这说明凶器锋利无比，纤薄如纸，一定是特制的刀具，此乃凶器形态。死者所受的外伤都非要害，面部皮肤虽然被撕去，痛苦异常，但不至于速死，血液急攻心房导致心脉破裂，才是真正的死因。此种情况都是人在受到极度惊吓之后才会形成。可是齐远常年埋尸下葬，哪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吓死啊？齐远、齐宗都是在雨夜被害。雨夜？这很可能就是凶手行凶的习惯。包大人，您到县衙还不到一个时辰，就能看出这么多的门道，真是不负盛名啊！在下佩服佩服。韩大人，公安县诡案频发，百姓惶恐，但各州路和朝廷却毫不知情。你
身为县令，漠视民情，玩忽职守，你是大宋的人民公允何在？我希望你尽快找到真凶，这可关乎到我递给皇上的奏折怎么写。是。张护卫，在。你替韩大人整理一下近十几年来城中所有的案件卷宗，如果有人胆敢阻挠，严惩不贷。是。这个县令有问题，看好他。齐衡现在何处？都我了，放过我吧！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我了。飞仙女人了，要来找我复仇了，让我害死的他们呀！报应啊，都是报应啊！活了，活了，死而复活了！叫。敢在我们前面杀人灭口，好锋利的刀啊！若无能，两人在眼皮子底下被杀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为什么要剥去他的脸皮？因为仇恨吧？难道把人杀了还不足以泄愤吗？
如果对凶手来说，剥人脸皮不是目的，而是过程呢？就像一种仪式感。这种血腥的仪式，涵盖了两种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可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师兄，你看，三千贯笑纳王，赵主簿。哎，大人，这事儿你可知情？小人并不知情啊，这是韩大人所为，跟小人无关啊。你家老爷只是区区八品县令，却锦衣华冠，家私营事，我一见他便知道他一定中饱私囊。若你如实交代，我就既往不咎，但要是隐瞒不报，我一定问罪严惩。哎呦，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小人仅知道韩大人跟一个叫王朗的人来往甚密，那个人拉帮结伙啸聚山林，还在城外开了家黑店，竟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其他的小人概不知情，概不知情啊！大人，我这家黑店是不是在城东后山？是。包大人，我们在后院挖出了一些东西。包大人，都是些女人的衣服，看样子应该已经埋了很久了。莫非是城里这些年失踪女眷的衣服？衣服在这儿，人去哪儿了？我在县衙的案牍库中找到了大量的女眷失踪的纪要，十年内大概有40余起，但这些纪要大都霉烂残缺不全了。本来只是想查明师父的死因，却没想到牵连出这么多是非来，真不知道这公安县背后还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天，你这一宿没睡吧？城中谣言四起，又接连发生了这么多命案，哪睡得着啊？哎，你说，不会真的是那些女人的冤魂出来报仇吧？为官不清的县令，杀人越货的马贼，还有三个埋尸体的兄弟，他们就像一个犯罪团伙，一个十年来细杀城中女眷的团伙。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何最后又死于非命？是团伙起了内讧，还是有人铲除异己？推理倒是挺合理的，可证据呢？我们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你还记得我们在韩大人卧房发现的泥土脚印吧？啊，在那些泥土里夹杂了白色晶石，我刚在茶水里验过了，这些白色晶石是明矾。明矾矿石通常都是块状晶体。另外，我把这些泥土放在茶水浸泡之后，茶水表面泛起了一点点的油花，这说明那儿很可能埋有尸体腐肉。我们只要找到明矾矿石，就有可能发现凶手的藏身之处。把人都派出去，把公安县方圆三十里彻底巡查。怎么了？哟！如山林植被茂盛，泥土中含有矿质的可能性极低。如遇山涧河流水位干涩，则上游区域可能含有明矾矿藏。喂，你如遇山丘地形草木凋零，极有可能有矿藏断裂或矿石岩洞。庆历三年五月初九，北郊何家未闻其失踪，报案人何一春。庆历四年正月初十，通报街染坊女佣失踪，报案人张氏。出去！说！庆历四年四月二十，城西开元乡周家女儿失踪，报案人。别出来，快！师兄，快啊！师兄，师兄！啊！啊！
这里的尸首大部分是女人的，一部分是小孩的，而且都是当年失踪的人口。凶手把师伯的脸也给割了，还把他反绑在木架上。小心安置。是是。我在此学艺多年，没想到这儿就是明矾矿山。这是前朝就废弃的矿洞，县志都没有记载，只有极少数的老人家才知道。当然，当然。14年前，公安县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短短数月之内，原本居民过万的繁华县城，十室九空。我师父作为当时县里的名医，就算用尽平生所学，也无法遏制疫情的扩散，只能眼看着病患一个个倒下。最后，就连帮着照顾病人的师娘，也不幸感染。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城中能逃的人都逃走，剩下的百姓则被瘟疫吓破了胆，执意要烧死感染者，以绝后患。哪怕是孩子。那些人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绝望、恐惧。我之所以忍痛离开了师父，离开了小师妹，离开了家一样的医馆，前去参加科举，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医好天下人心，让十几年前这场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也就是说，这些案件和14年前的事情有关联。从种种迹象来看，要想破了城中这场连环杀人案，就一定绕不开当年那场旧怨。盘查所有的铁匠铺，就算挖地3尺，也要找到刀的来源。
一晚没睡。你不是也没睡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是清白的，因为我知道你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也相信师父不会。不，你不相信。我从你的眼中看得出来。倩儿，你不必对我撒谎的。我没撒谎。师父就像我爹一样，他的为人我最清楚。我只是觉得有些意外。我会证明给你看，爹跟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他是清白的。查清楚，查清楚。我把城中的铁匠都查了一遍，只有一个住在城西开元星叫周培德的铁匠能打造出这种上乘的铁具兵器，但街坊说他们已经失踪半年多了。周培德，他不是那个报案人吗？此人有重大嫌疑。柳叶刀锻造图纸，你看。哦。周培德果然是个巧匠啊。钱儿姑娘。啊！传令下去，全城缉拿疑犯周培德。是。启禀大人，半年前咱县衙大牢里收押了一名姓周的犯人，好像就叫周培德。赵主播知道。啊，我你，周培德他女儿失踪了，到处说是官匪勾结害他女儿，还把韩大人给打了，这才下了大雨。我只知道这么多呀，我哎。哎是不是？是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别吵！哎呦，这都是韩大人下令所为啊，跟小人没关系，没关系啊！周培德，还认得这把刀吗？
是谁找你锻造的这把刀？你给我一个名字，我就还你女儿公道。大人，这个人已经疯了。飓风，飓风医馆，包大人，您醒了。您是？叫我老徐就行。巧儿呢？火速赶往飓风医馆。是。徐峰，这把刀你还认得吗？锋利无双，血不沾刃，刀中上品。再漂亮的刀，沾了鲜血就是凶器。这把刀在你手里已经不知道沾染了多少人的鲜血。刀就是为杀而生。错，你才是为杀而生。短短半个月，你步步为营，杀了五个人，还有这些年来无辜惨死在你手里的公安百姓。既然包大人把我看得这般透彻，何不说来听听？城中传闻，死者附身乃是你布下杀局的第一步。你利用师父诈尸的假象杀了齐家兄弟，你放了齐恒，是想让他制造恐慌，散布谣言。当你得知我回乡奔丧之际，故意在雨夜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想利用我印证谣言。你又怕我查出案件的真相，抢在我前头去了纸扎铺，杀了齐恒，想切断线索。但是隐患依然存在，韩县令贪赃枉法，又是个软骨头，你生怕他把你供出来，为求自保先下手为强。而在黑店被展护卫歼灭的那些马贼也是你的同伙，你敢在我们前面收拾了尸体，但是百密必有一疏，你没有清理干净那些女眷的衣服。这十几年来，马贼负责绑架杀人，齐家兄弟负责埋尸，韩县令充当你们的保护伞，而你正是这十几年来少女西杀案的罪魁祸首。完美，包大人果然神断。你为什么突然要对自己同伙下手？齐家兄弟想要退出，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我只能斩草除根。那师父呢？你怎么忍心杀了一个养育你十几年的恩人？因为他发现了我的秘密，因为他要阻止我复仇。复仇？难道你就是
在十几年前那场大火中幸存的孩子？我们原本只是无辜的病人，却成了恐惧和偏执的牺牲品。我们发誓复仇，我们结成了自己的组织，就是为了向城中的暴民复仇。你们，齐家兄弟和城外的马贼都是当年被大火烧死患者的后人，他们没有牵挂，也没有家，只能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卑微的活着，靠仇恨。可那些少女都是和当年无关的年轻人，这些暴民都是他们的爹娘兄长。我杀死他们，也让他们活着比死了更痛苦。就算他们有罪，也应该由大宋的律法来惩治，而不是你。可我却从未看见这城中的暴民因为当年之事受到任何王法的制裁。包大人，你知道只身活海的滋味吗？身处地狱一般，每一块皮肤都在燃烧。我不想死。一张张绝望的脸，瞬间被大火吞噬。我虽然活了下来，但我的心已经在那场大火中死去。老天爷让我苟延残喘，就是让我去制裁那些疯狂的暴民。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剥去那些人的脸皮？因为我要记住他们那张脸，来替换我脑海中那一张张绝望的脸。那那些少女呢？她们才最柔美娇嫩。杀人犯徐峰，草菅人命，罪孽深重，即刻押入大牢，择日问斩。带下去。是。下车。恭喜大人，顺利结案。说结案还为时尚早，我问你，我骑马从城郊的纸扎铺到县衙，差不多需要一个时辰，而韩大人和齐恒被害的时间前后不超过半个时辰，徐峰是怎么做到的？如果说徐峰为了杀人灭口杀了师傅的话，那他为什么要把师傅的尸身以跪拜的形式捆绑在矿洞呢？他完全有时间和能力逃跑，为什么要束手就擒呢？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他确实没有之前的那个人内力深厚。难道凶手还有其他人？依我看，少女戏杀案确实是徐峰所为，而披着人皮的凶手应该是另有其人。徐峰全盘认罪，一定是另有所图。之前我一直怀疑一个人，这个人绝没有表面上看上去这么简单。张护卫，对，你帮我去办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办好了，那这个案子也就真相大白
犯人徐峰在押。浅儿，浅儿，我给你做了点好吃的。浅儿，来试试看，有没有当年师娘做的那个味道啊？曾经你最喜欢吃娘做的红烧肉。哎，来尝尝看。没想到小时候的事儿，你还记得？当然记得，家的味道这辈子都不会忘。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师父意外身亡，徐峰的，毕竟是生活在一起十多年的亲人。可是浅儿，生活要继续，这个家还要继续啊。家哪里还有家？有师兄在，家就在。师兄，嗯，我有个请求。说吧。先干了这杯酒。好。现在可以说了吧？放了徐峰。放了徐峰。嗯。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家人。他是娘用性命救回来的孩子，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人死亡了。浅儿，我和徐峰都是师父的徒弟，手足相残我也心痛，可他罪孽深重，理应受到严惩。我是放了他，我怎么向城里的老百姓交代？怎么向冤死的亡魂交代？怎么向大宋的人民公正交代？还有师兄，浅儿没有你说的那种胸怀，我只想让自己的家人好好活着。你、我，也包括徐峰。浅儿，你不可以。我也救了你，胡家养了你十几年，为什么你要一将仇报杀他？简儿，简儿，你听我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报恩。六岁那年，我父母病死在街头，我被人遗弃在荒野，是师父和师娘救了我，他们对我悉心照料，我曾偷偷发誓，
不惜一切报答这份恩情，却没想到被那场大火终止了一切。师娘拼死保住了我这条命，自己却被烧得面目全非。我娘十四年前等马风兵就死了，知府他不愿你受到更大的伤痛，所以他隐瞒了这些，他希望你忘了这一切。燕儿，他就是你娘。这不是真的。简儿，你听我说，简儿，这十几年这城中的绑架案我都是主谋，师父他知道真相，这就是真相。你撒谎，你撒谎吧你。简儿，你听我说。听我说。你收买县令，雇佣齐家兄弟联手城外的马贼杀人取皮，就是为了让师娘活下来。他只有看到一张完整的脸，他才不会伤害自己，他才会知分。佳儿，这就是你娘。我不师父突然被害，我知道事情败露。有一个疯子正在疯狂地报复我们，此人武艺高强，我敌不过他，我也一直没查到他的线索。我最近只能东躲西藏，包拯的调查又步步紧逼。我的时间不多了，这十四年我每天噩梦缠身，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佳儿，剩下的路只能你为他走下去了。包拯马上就会查到这儿，让我来承担这一切，我死有余辜。不要，不要，师娘就拜托你。不过在这之前，你要先受点苦。哎，你说这事儿，谁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怎么会是他呢？就是，哎，包大人有令，传你等堂外听令。Thank you.
年来，我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牢里，没有人会怀疑一个被囚禁的疯子。才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杀光你们。包大人早就料到你不一般，却没想到你一个铁匠竟有如此的手段。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嘱咐的话你都忘了吗？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张护卫，张护卫，快，快去！你去收拾东西，我去没时间出来，快！申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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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儿，快走！来啊！来！
是做错了一件事，就是用我大的刀杀了我的女儿。现在是时候血债血还了。师父，你们这些老鼠，14年前就该烧死你们。这么做和徐峰有什么分别？杀人偿命，以血换血，还有什么分别？放下屠刀，我就还你个公道。公道？天下哪还有什么公道？那你为什么故意留下明凡的线索，还指引我找到徐峰？这样真相至少可以大半于天下。3年前，我要是不遇上韩琦那个狗官儿是你，或许今天的一切不会发生。现在还不晚。不，太晚了。你没有当过父亲，你不会明白。我决定报仇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当年我为了医好天下人心，弃医从事，远走他乡。可现如今，眼看着一个个至亲的亲人被仇恨吞噬，和我阴阳两隔，逝者如斯夫。大人节哀。现在案子破了，凶手也死了，难道世道人心就能变好吗？至少他们有了变好的希望吧。也许想让人心变好，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奢望。千年暗示，一灯即明。救天下苍生，保我大宋的人民公允，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那我们下一步去哪儿？回京。我收到八贤王的急函，京城发生大案，他要我们即刻赶回汴京。